陆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等一等。 箭射中了玉心，太厉害了！若让李氏恃宠而骄，无视新川规矩，日后必惹出大祸。默默深知那院女子不易，何必如此为难呢？ 走吧，回家。我们送你吧。不用，劳务一会儿来接我，你们快走吧。那我们先走啊。走吧。 这么多年在虎能寺是如何屹立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好自为之。